我是钢管列车长，那109年1月14号瑞芳公交路3:45，然后还是有列车通过。来了，我的4025赤江沿线看我树林的微笑号区间快车准备通过。爸爸有一用白旗将白爸微笑区间快车4025赤江沿线看我树林的微笑区间快车在瑞芳，瑞芳朋友通过了，谢谢各位观看，有哪，拜拜。